人人都知道俺老孙当年去龙宫借宝，不过这个版本你可没听过。哇，师父快说快说。俺要见见你们龙王。你个破猴，龙王只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？破猴，师父他叫你破猴。大人，来者何人？老邻居，俺乃花果山美猴王，却见趁手兵器，想来顺啊不借一借。就这，就看你拿不拿得动。轻轻轻，太轻了！我的乖乖，大仙，坐下说。大仙，随我来。这件宝贝，您若是拿得动，拿去便是。哇，是件好宝贝，小点就好了。哎呦，它是震动了。小，不合我意。这是镇海之宝，你不能拿走。怎么想反悔不成？给我拿下。老邻居多谢了。我要去玉帝那儿告你。现在师父的金箍棒就传给你了。看我悟空小侠来也。悟空小侠，终于等到你了。